中却仍相信自己才是必要抉择。那一边害怕发言，还倒不如对未来直接提问。我的名字认不认得？我的风格没有到这。我的信念就是张王牌，能进突破重围跨越障碍，就喜欢硬碰硬，遗憾循环挑战各种意外、yeah、自信在追寻的每一点，本身激起火花，还真的驾驭不来。我是麻烦也是惊叹，在视线外不断震撼，这种姿态不爱变难。坚持像漫画在血液下，宇宙在心底自在的运行，打破所有封闭，越受挫越振作，从没想过逃避，很确定认真战斗格局，同样敢做的人才会都这般无惧，不管现实多少难题，未来百去留段好戏为自己继续。我的风格没有标准。